大家好，我叫陈胜坤，我来自中国。我现在在 LSI 学习的课程呢是Pre-sessional 的课程。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，大概有4个月。在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我的英语的水平是在我自己认为是还是有很多欠缺的，但是经过了这4个月的经历以后，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，在与别人的沟通上和在书写一些作文、英语作文上面都有很大的提高。我的老师呢是最喜欢的老师是 Manana 和 Neil， 他们对我非常的友善，也非常的有趣，同时教学也非常的严谨，所以我非常难忘在这里的时光，因为在这里的时光让我真的进步非常非常大。而且 LSI 在普茨茅斯是一个濒临海边的一个城市，所以说如果说在这里生活的话会非常的愉快，和而且这里的人也非常的友善。谢谢大家。